吃了一回老碗面，他说这儿的面超级好吃了，俺俩今儿也来品尝品尝。都不想吃了是吧？走。这是啥呀？老碗面还有啊，老碗老碗面、排骨面、炊碗那个排骨面吧。排骨面。嗯，要一碗排骨面，然后要一碗牛骨，多少牛肉面？两小碗。啊，两小碗。啊。其实你点了大碗，我也吃不完呢。那要一个。哎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还有小菜。碗盆儿满分菜，哪个是主菜？面条儿先不带。锅可以下锅盖，水怕头上戴，房子饭边盖。姑娘不家外，不坐蹲起来。这是是不是陕西八大怪？好像他这个房子饭边盖，你看可符合他那儿的特色。这个啊，是的。还有那个碗儿，超大的那个碗儿哈。嗯。还有那个裤带面，这个汤，还有锅盔。要的来尝尝的，干嘛就听别人说，哎呀，那好吃着嘞，好吃着嘞，然后咽得起嘴里。要的尝尝，辣椒先备两份，你要不要三份？可以来一个。要求拿个三份。你吃多少个蒜？不会，没事，你不了可以为下一位服务。我做点没事给他剥蒜得了。哎，说不定因为你剥蒜的功劳，老板给咱的面条多下两根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见我剥蒜。老板看，哎，这小娘们儿干心快的，给他干剥蒜的，我多给他下点面条。抬起头来，让朕瞧瞧。你看，苏护之女苏大妃、苏大姐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，让朕瞧瞧，一个小妖精。哇，哎，这个是你的，不带汤的，把饭给你搁了吧。好。嗯，好好看呢。嗯，这蛮香。看我的，我两块钱。我以为啥肉这么少呢？大家去他那儿买去。是不是？哎，确实。你问他为啥吧？因为你留行，是吧？先品品味，尝味道如何？少，我看到，那比我的，你看比着我的，我的碗大，你看看，差不多在哪的碗？嗯，你搁锅比比，贼大。对呀，大碗里盛汤的。大家好，今儿个去医院复查一下，生了乐痛的时候检查说是有那个子宫肌瘤，前一段时间去复查了一遍，说得叫我停几个月再去复查，去上份了去医院看看。
走吧，你跟着妈妈坐后面吧。好。来，坐吧。睡觉了，我洗吗？来，哎呦，我的腿酸了。以前会他的时候吧，人家检查出来了，然后快生的时候，我叫人家看了，人家又说遭不住了，然后生了去复查了吧，又看见了。你是不是得去复查？嗯，他说的就是停几个月，如果要是不长了，就是没有影响，去看看他有没有扩大。那你从妈妈手里一会儿妈妈扔了。那也是那个钱。谁要干嘛？需要多少钱啊？需要95。你还？那还是个钱呢，是，这也出来油了，吃了95块钱。我一看，我咋都5块钱都一百了呀？那是碰运了。不下车了，跟着我娘，跟着娘，咱坐车上等着她，好不好？要给你打针，好多娘，好吧？娘，要看人家是还没上班呢。2点多，你去打针吧。好，你去吧，拜拜。你看对了，娘不如看了。好，娘不如看，叫他去打针吧。还没有上班嘞。我先去买个水，人家还没上班嘞，得多喝点水我。啊，你多喝点去吧。他多喝点水的。人家给他检查检查他肚子里小宝宝，给他生出来吧。好。你要不要？要。你不住吧？好。他来找医生给他取出来的。是个小弟弟。你要不要？要。叫他给你生个小弟弟呀，小妹妹呀。小妹妹。哎，要小妹妹呀。他过来了，你给他说，你说哥哥，你给我生个小妹妹，好不好？你跟他说，我跟他说呀。我跟他说他不生，你跟他说了他生，成不成？成不成？他生小妹妹了，谁不啊？我。你不啊？你抱他了呀？生宝宝这事儿你得找恁爸呢，恁爸他俩合作是不？快点外卖啊。好。三一二三。一二三。够着了不？快按上煮。一二三。那不是够啊。嘿。这啥呀？葡萄干。葡萄干？这是葡萄干啊。你还浪费给他起名了，还葡萄干儿，留着吧，有眼的妈吃个补补身子，中不中？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一会儿给小哥吧。说的啥？麦当劳。麦当劳。吃饱了。我看了看，反正跟上一次没多大区别。他说的建议等到3个月了再看。三个月了，弄得跟怀孕那样。三个月了才看看。他说的是几毫米，然后感觉上应该是不碍事，比如怀孕的时候检测的小，这比如怀孕的时候也小。那不多大事了呗？那我，你看这女的真是，这些事儿。老头子，我的妈妹妹的。妈妹妹。那又给他纸上的，给拿走吧，给。那你都给他生下来呀？赶紧，开始吧。那都等快点。那在说啥的？啊，你看吧。看看你。这是。回去了吧，这是回去。漂亮。回去吧，药你也吃不成了。万一是这点儿，这外边一锅里有事。大家好，这是妹妈。就是咱过来看鸡蛋，是不是比昨天多了？拿了个稍微大一点的袋子，来，行吧，你还弄个这样，看今天能装满吗？哎呀，这有点，哎呀，差了差了，还有两个。一晃一绿，
就是不是很大。你说这不能急我，多麻烦。咱先过来给叫妻子下来。他一惊是不是都少下好些？那不就是一惊又下过去了。咯噔！别蒙眼，叫我往前面一仰，一仰都摔下来了。这给太滑脚了，倒咱下车。刹车呗，往后。好，往里扔吧。没扶住吗？不用你扶，你又往前面再推点，他自己会站。大哥，那个高一点呗。哪个高啊？那走过高一点的呗。这还是铺砖的，没事。这样都可以。这些下蛋呀！啊！我一看你给他见过，你看他都高兴的。你跟他不跟你干，快点！门上那个，正门吧，给他砸啥门啊？砸什么门？砸窗？也门朝外吧，到时候下起来没看见。不用门朝外，门朝外，他看到外边有车门下。用了开个机子问问他，哎呀，他愿意整吗？看他反弹，想那个上车两个哎。啊。你、开呗，开呗。我开不住他，开了的。就那俩娃啊，就他弄个西蒙斯床，美得很，四面通风，这个白玉瓷，好，那个狐狸给你爹爹，爹啥呀？你爹那整体弄啥的？这个下来下锅，你得包着边啊。弄下了吧，弄没？先弄那脚石头，等到再下石头。弄没？就转，转车。前面咋去了？你过来帮我推住中了，坑坑洼洼的。啊！这点小活，哥叔我用帮忙啊。